屏东车城福安宫著名的拜头香仪式已持续十余年，是地方相当特殊的宗教文化。由于庙方考量庙宇抢头香总会出现推挤跌倒等状况，因此改制为信徒在除夕夜聚集庙城广场捻香祈福，多年来成效良好，也让众人皆是头香的概念成为车城福安宫的优良传统。就是手汤油，我看各宗庙在媒体的报道，因为要唱着头一支的啊，这个香要插落落，争先恐后啊，发生摔绊倒，产生这个伤害。我来看讲安尼啊，啊失去着咱拜头香，而且保平安的这个意义。所以自迄个时阵，我开始当用我做拜头香，拜头香就是啊，通通都是拜头。然而今年除了延续往年的拜头香仪式，除夕当晚还有虎年钱母发放，另外还有限量百元钱母，欢迎乡亲踊跃前往领取。金币的发放，我有定日、定时、定量。那么我咧拜啊，住喺福安宫的庙埕，一个后面拜到这个圣道去，也是讲超过30公里的。这信众这么热爱，他是福安宫的一个纪念品，目的有因的对福安宫的这个信仰，所以这个金币的发放呢，啊，咱有定一个除夕迄个夜晚，啊，咱7点开始登记，到这个开门，咱除夕拜头香，然后咱就发放。去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，庙方取消拜头香活动，今年由于疫苗覆盖率高，因此恢复举办相关活动，不过一切仍会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引，视疫情发展来调整。屏东新闻部听张志豪采访报道。